今天终于收到包裹了，好开心啊！然后是从买货网来的，然后现在打开给大家看。不得不说，他们家的包装真的是很紧密，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在他们家买东西了。然后他们家每次包的都是非常好。然后现在来给大家看都买了什么。噔噔，这个不用介绍，这个就是那个薯条兄弟嘛，然后很好吃。然后因为我之前的那一盒已经吃完了，所以我说这次又买。然后是这个，那个 CDP 的那个粉扑，然后我是买了两个，因为它事实上它现在是属于开始限量了，就是，一单只能买一个。可是说真的，我真的是很喜欢他们家粉扑，所以呢，我就下了两单分着下的。但因为它的就是我的。发货他不是一直没有发吗？所以等于说他这两单给我合在一起发的，然后呢就是这样子两个包在一起。所以如果想买的朋友们一定要赶紧买，因为他们家是就是现在是每次买都只能限购一个，所以你就连着下两单这样子比较好，他就可以一起给你发。然后这个是薏仁水，这个是我朋友要的。然后对，接下来这个其实上就是大家都应该知道，就是很有名的那个隔离霜嘛。然后我事实上这个是看很多人 OK 好继续，因为刚才的手机没电了，然后就是继续说。然后而且我把这些包装都拆掉了。这个就是索菲娜的那个隔离霜嘛，然后我买的这款是叫什么，就是SPF25PA 两个加的这个。然后它还蛮小瓶的，就这样一个小瓶嘛。然后大家都推荐这款，应该还蛮好用的，所以蛮期待。然后这一包它是它包在一起了，就是一个是这个玩色派的这个眼线笔，这一款的颜色，看有写吗？这边，反正我买了两支他们家的眼线笔，一个是防水眼线笔，一个是两用眼线笔。两用眼线笔的那个，应该是两个头的那个。然后等回来用了之后，然后再给大家评，应该会在我六月爱用小物当中应该会给大家看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三色唇膏，因为我原来我有的是橙色的那个，就是我几乎如果说我今天起晚了，然后上班上早班的话，我一般都用这个三色唇膏，然后就很快速涂，而且它很滋润嘴。所以呢我就这次又买了一个粉色的，然后就是可以，而且它夏天嘛，就是同时还起到护唇的效果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两个是赠品，一个是 Innisfree 的这个 body cleanser， 还有一个是 SK-II 的这个 cream， 是 lotion， 好像是，对，是一个红 SK-II 的这个，就是SK-II 的这个活肤乳液，然后两个赠品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是 RMK 的那个眼影膏，我到时候都会在评价当中告诉，就是给大家拍的。然后接下来这个大家很熟悉，就不用介绍了。这个就是那个散粉嘛，然后我买的色号是多少号 ？PB04 号，这里四号。然后，回来用给大家看，因为我散粉还蛮多的，所以我应该六月应该不会用到它，可能七月会给大家看吧。我到时候回来会给大家评。这个呢，就是汉娜小姐的那个眼线笔，然后对，这个是亮瞳棕色。就是它带亮粉的那款，还蛮好看的感觉。然后回来，这个就是，
那个卷发嘛，因为我有的时候要用到卷棒，然后所以用卷棒前我需要喷一些，就是美发的那种喷雾。然后这个是之前有看佩佩的视频，然后推荐这款，然后所以我就买了一个，这个是保护卷发的那款，所以用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。接下来，哦，这个是那个，兰妹儿的那个青春紧致的那个一个，就是一个 sample 的一个小组样，这样子一个套组，因为我没有用过他们家的东西，所以我想试一下，看对我的皮肤怎么样，因为我皮肤其实还蛮敏感的，所以我想试一下看效果怎么样，如果好的话，我就会买一个正装。然后这个是红豆水，这个是绿豆水。因为就是夏天了嘛，有的时候上班回来累了，然后懒得做东西的话，可能就会沏一杯。这一包是听说紫色的那个就是大家应该知道蒸汽眼罩的那个，然后那个我还蛮喜欢用的，我家里都囤了好多，就几十片几十片的那种大包。就是那种大的大装的那种，一盒一盒的。然后我现在看还有卖这种局部的，就是可以贴在后背或者肩胛的这种蒸汽的。因为我最近腰特别的不好，然后一直在犯腰病，就是我脊椎，所以呢我就想说买来可以贴一下，如果有的时候工作太累的话。然后我买了10片这样，然后他送了两个，就是那种。去黑头的那种，可撕式的面膜，就是膏状的那种 cream，然后，过大概几十秒钟，然后可撕的这个，然后大家应该知道这个牌子的，然后我可以试一下，看如果好用的话，可能就会买个那个全的那个正装，因为我家的面膜实在太多了，现在。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，然后那个睫毛膏，然后我买的是纤长型的，因为我睫毛很多，所以我就想买一个可以就是能够拉长的睫毛膏，然后看大家都推荐这个嘛，所以我就买了它，然后来试一下，而且买的是防水型的，因为上班要工作一天在外面，所以就是买那个防水。这个就是那个。玫瑰花香的那个软糖，然后我买了3包，我是听我加拿大的朋友说还蛮好吃的，所以我就买了3包这样子试一下。我不太爱吃糖了，其实上，但是还是偶尔会嘴馋一下，所以试一下。然后这个就是你知道御宅女的那种很可爱的那个面膜，御宅女的面膜。然后我现在有在用他们家的这款。就这个也是混合包装，就是它里面什么的都有，什么功效的都有。然后我现在已经用到一半了，所以我就想说先再买一盒，然后来囤着，然后就这样。这个是铝的洗发水，因为我的洗发水快用完了，所以我就想说试试他们家看怎么好不好用。然后我没有买红瓶，虽然大家都说红瓶的比较好，但是因为我头发真的。很干，就是，然后头皮又很油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紫瓶的。因为我看网评说，如果你是想要治理头皮啊什么之类，然后还有发干问题的话，你就买紫瓶的也不错。所以我就想说，那买一个紫瓶的来试一下。还有什么？哦，还有一个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是那个 Kate 家的粉底液，然后我买的是 B2C 号。这款粉底液很特别，因为它是，怎么讲？就是它事实上它是用在脸上之后，推开之后会变成粉状。然后这个我是看女人我最大推荐的，所以我就买了。然后它身上它不大，它才，这是多少毫升啊？30毫升，对，30毫升，这上有写。所以我就说这个世上不大，但是据说好像还蛮好用，我看网评不错，所以我也就买了。然后它是 SPF 20 PA 2+的，所以呢买完之后试一下看怎么样，然后推荐给大家。
OK， 箱子就空了。然后这边呢还有凉面，凉面其中这个味道的凉面是，这个味道凉面是我朋友要的，这个香香油葱，我就买了两个别的味道的，一个，椒椒麻辣的，还有一个是，幺幺麻酱的，因为我很爱吃辣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辣的，然后又很爱吃麻酱味道的凉面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不辣的，因为减肥期间嘛，晚上有的时候回来不敢吃东西，所以就说啊，那就买一个这样子。好了，这段视频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那等到时候看我的六月爱用小物吧，再见喽，拜拜。